这个是小 Diamond 的 Bridge。 Diamond 你可以讲话吗？在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，这个是 Gymnast 的代表 Bridge。 来，我们来看 Karaja and Angkor。 OK， 我们来看第一个，它是 Suya Wamandua Meluaskan Empire Angkor di sekitar lembah Sungai Mekong hingga selatan Myanmar。 发现的时候可以看可以摸。哦，因为当时候这个是被，因为他摸的时候很亮，因为他每个人流汗出来。哦，每个人流汗。对，流汗出来的时候很亮，以后看不见，会掉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人们手的汗水造成的。啊，人摸那些。人摸出来的。得算是不可以摸。会流汗啊。会流到的。因为个个人会摸嘛，之前就变成咁样黑色咗。这个在课本有看过这一张。我们知道暹罗人吗？泰国人。现在叫泰国人啊。暹罗人本来就是释永饼，各位知道释永饼吗？不懂。啊，不懂。释永饼。释永饼不懂。释永饼啊。释的是啊，永的永啊，饼的饼，饼的将军啊，饼啊。就是本来就是他们就是暹罗人，就是从中国云南过来的啊。中国云南啊，叫傣人，他们的父老叫傣人啊，就是在云南的啊。后来他搬到那个南昌下啊，那个湄公河啊。但是本来这是我们就是部落，没国家啊，但是没国家啊。吴哥王朝衰落啊，1350年他们独立改国家叫素靠泰啊，素靠泰就是古老的首都啊。后来就是由那个暹罗人政变，我们的政府当做那个他们这个古老的首都啊，在那个素靠泰。就是暹罗人后来成为叫泰国人啊。所以吴哥王朝会没落，就是因为这个暹罗人攻打。因为他是本来就是他们没国家，吴哥王朝就是安排他们控制他们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是帮忙我们打仗跟那个蒙苏林。但是呢，吴哥王朝衰落，1350年他们独立改国家，改到泰国。这里是叫暹粒啊，暹粒神父老叫吴哥神分，后来成为叫暹粒，因为他叫暹粒，就是暹罗失败大败的意思，后来成为叫暹粒神啊。印度人啊，他们穿那个头发啊，一样，就是贵族人，就是贵族人，贵族人就是婆罗门人，就是他们的头发就是有上面那个啊，像那个中国的，像那个他们头上戴那个好像类似像帽子这样，对，但是呢，这里都是那个。手珠手串，那个手串。手珠手串。对啊，用木头做的。贵族婆罗门。对。他们一般是穿那个丁字裤的啊，婆罗门。丁字裤。对。丁字裤。这个在这里。还有这里，这里也是音乐团啊，对不对？这是音乐团这边。音乐团。啊，出去战争的时候啊。他们那种敲锣打鼓的。啊，对，敲锣打鼓，对。还有呢，这里是战争过后用那个大象过后的啊，红色高棉战争的时候。红色高棉战争。对。战争所留下来的弹孔。留到现在。是最贵，就是贵盘棺啊，一般叫盘棺啊，叫贵之首啊。还有那个大象那个城发那个小贵的啊。
叫蛇，一般叫龙的啊，就是阿修罗。阿修罗，阿修罗大战。上面那个是梵天神，中间那个就是 Vishnu， 然后这个就是保护神，变成所谓的这个神龟。一个是孙悟空 ，Monkey。Hello Hello， 我在吴哥窟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觉得是无比的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拿着这一个初中二的课本，来我们来看 Kuraja and Uncle。OK， 我们来看第一个，他说 Suya Wamandu Meluaskan Empire Uncle di sekitar lembah Sungai Mekong hingga selatan Myanmar。Suya Wamandu 呢，就是指苏利耶巴摩二世，他把那个五个王朝呢扩展去到湄公河，然后接下来去到这个缅甸。那就是指缅甸，缅甸的南部。然后接下来 Beliaman Halang Anchaman Daipa 的 Champa Dan Daiyue， 他打败这个占婆跟大月。然后接下来就讲 Mewujudkan Jaringan Perdagangan Antar Perdagangan Tempatan Dengan Perdagangan Luar， 他呢就是主力呢就是做好他们的这个贸易，本地的贸易跟国际的贸易。然后接下来哦， Usaha Beliau Ni Diteruskan Pula Oleh Jaya Waman Dujo， Jaya Waman Dujo 呢就是舍利耶拔摩七世，他在扩展 Meluaskan Empire Angko一个生怕的安娜，在扩展吴哥王朝去到越南，然后接下来他就建门兵的安阔通，建那个吴哥通王城，然后甚至门迪里甘斯拉都是高松都啊102间医院。哇，你看现在我在哪里？我拿着这本书，我是在这个壁画，这个就是吴哥窟里面的这一个壁画。这个的壁画其实是后来的那个叫做 Jaya Waman Dujo， 我们讲舍利耶跋摩七世，因为他改信了大乘佛教，他后来呢，这个壁画呢，全部都是以佛教的方式呢呈现的。前面前半段那边呢，就是以那个信徒教的方式呢呈现出来。OK， 我们再继续行云走吧。这个后面的这个壁画呢，就是 Jaya Waman Seven 舍耶跋摩骑士的时候呢所做出来的。这个就是因为他后来改成那个大乘佛，改信该大乘佛教，所以这个就是地狱的情况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被好像在烤着，做坏事的下场。佛教的这个下地狱，这个就是被惩罚的人了。杜耶巴摩其实化身了从伊斯兰控制小五哥的时候啊，第一修那个小五哥啊，第二就那个大五哥供奉大乘佛教啊。但是呢，这里是浮雕从十二世纪的时候建，后来建的啊。因为那国王翻译大乘佛教，哦，就是因为那个Jaya Waman 七世啊 ，Jaya Waman 七世，舍耶跋摩七世，对对对，信奉是大乘佛教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他们十二世纪末、啊、哦，那个时候他所雕刻的，你看到寺庙以后啊，佛教、印度大乘佛教的时候啊。我们用那个莲花啊，在那边，但是后来就是印度修的街啊，印度跟我们。